位于大三角松安仁部，一直沿着居林路走，一路往居林的路抵达牛河村，沿着斜坡一路上，大概开车三分钟就能抵达当地闻名的老爷车饮食休闲馆。休闲馆四处被竹林所包围，远离社区，环境休闲清幽，是一家大小相聚用餐的好地方。潺潺的流水，悠悠鱼儿水中游，大自然的旋律下，在鱼池旁用餐，休闲自在，别有一番滋味。老爷车饮食休闲馆有着乡村木屋的风格，新鲜的空气，四周绿意盎然的园林与果树如榴莲树，漫步园林，休闲自在，心旷神怡。如果我们很想和一家大小远离繁华都市，又不想去得太远的话，这里是一个用餐相聚的好去处。在这里可以享受到美味的海鲜大餐，食物是香味俱全，适合一家大小前来用餐。我喜欢这里的豆蔻和山楂水，清凉解渴，十分好喝。好了，这期节目就到此为止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然后呢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，谢谢，再见。